我是 Jessie，情况有点不妙，有人跟我闯进了同一间屋子。不好意思了，这位大兄弟。俗话说，一屋不容二虎，谁让你的运气不好，落地就跟我撞在了一起。咦，还有脚步声，来的一定是你的队友吧？看到了，正好送你们去飞机上团聚。落地不到半分钟，轻松收获两杀，这把运气应该还算可以。此时安全区已然刷新，距离我不过100余米。然而最近的安全区边缘正传来阵阵枪声，雨林草木浓密，正面硬刚，太过鲁莽，迂回进圈才是明智之举。你们先打着，有本事解塞圈见。房后有脚步声，看样子这不过是一名人机宝宝，懒得补枪了。我绕行西侧，一路持枪而行，谨慎地观察四周。咦，前面爬行的身影怎么如此眼熟？哦，是那名人机宝宝。不好，有人偷袭！没错，枪声来自290方向，看到你了。咦，他怎么向着人机跑去？烟雾弹。话说，这是要拉队友的节奏吗？明白了，刚才我击倒的根本不是人机。敢装人机骗我，这就是下场。我顶着毒圈一路狂奔，终于在信号值仅剩一格半时踏入了安全区。唉，身上的饮料仅剩一瓶，这根本填不满那已然空虚的信号值。咦，路旁有栋小房子，虽然比一间厕所也大不了多少，但无论如何都要前去搜上一搜。慢着，右边有动静，发现目标，成功击杀。止痛药八倍镜 M24。 天哪，我说这位大兄弟，你这完全是雪中送炭的节奏啊，希望你现在搭乘的飞机是头等舱哦。此时战场之上还剩两名对手，瓢泼大雨之中，我一路快步前冲，直向安全区而去。前面是片房区，过去躲躲雨吧。不对，左前方似乎有道身影，看清楚了，是两个人。哼，就先拿你开开刀，爆头击倒。还有一个，吃我一枪。别躲了，出来受死吧。哎呀，竟然还没倒下，莫非你穿的就是传说中的四级防弹衣？这个甜瓜手雷送你归西。咦，扔偏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趁着烟雾弥漫，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技术了。吃鸡啦！熟悉的音乐，熟悉的味道，不一样的是翻身把歌唱的 Jessie。 2020，让我们一起大吉大利。